必要，尤其不是要听一些的听法，一群病例当然或者数据也找不到这个情况，所以很多技术是很重要的，他能达到后面的一个运动纪律度现在就过程的定义了，黑素之中还是有点功法啊，变化。对，就是我说的大分子。到一个临界点，就不用浪费这里是一个那个检测站啊，我不要再奢望攀上去了，就搞什么圣地了，看什么第二春的那个上班啊，上班啊，做生意啊，因为他现在都一直有点困扰啊，那个困扰就是。心里都不清，然后他就有一点动机，那个动机有点逼出来，不行，一定要，而且他收入，这个收入打听到有什么上班，有什么不一定投资，就是可以说小本就可以经营。刚才他还跟我讲说，大陆。我去香港，我去大陆看到他去，然后有朋友劝做直销，我一听哇，我也吓一跳。大陆的直销很早，香港、台湾的直销完全不完全，而且有直销那个赚快钱那种，传下去，然后那一定危险。如果慢慢经营那种，要十分钟。
的形象，你们不敢乱介绍一样。像三个人啊，他那个的时间来慢慢记。好，介绍。那刚才要想到一个新人。